家头就是咧民国吼，78，唔，78人前啊，我阵头18、17、18迄个脚头，迄阵做诶。迄阵阮有一帮少年诶，啊，阮王家兄弟也足济，啊，佫包括即摆石油厂遐人，遐老板诶啦，遐老板诶啦。啊，阵阮甲做伙哦，差不多三四十个啦，啊，逐个拢算家长。迄款个家长就是两边合作伙，啊，拢少年。啊，阵阮大家，逐个讲甚至成绩，大生成绩很少啊，补习金个款。我印象中是补习金啦，伊袂记事啦啦。啊，少了，阮遮四十个人，较侪人出一千块。你顶大家总共做四万个款，啊，家己装装迄间旧个大家起来咧经，啊，要以后就免工作啊。松泽堂个大家是民国差不多60年尾，新丰爷讨来坐即种桥要办事，当个时。是阮顶两代，算阮公仔迄辈的时阵，当个时新王爷就甲要坐即种桥，无人知影是啥物。哦，毋过就是讲事后，咱有等于大陆探亲的时阵，新王爷确实是坐母桥式的桥，四人公的桥，出入咧办事。来台湾所坐的方式是共款一模一样，毋过即个坐桥的桥式哦，有小可淡薄仔变化。哦，较早是代表所在，就是咱等于咱母桥的桥式。咱即摆台湾是为着轻便，较改做顶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新王爷当个坐即个大卡咧坐时办事的时阵，即老板的哦，即阮公阿一辈的人，也毋捌尝试着扛着一种桥，所以伊坐卡咧坐的时阵，初次台啊，佫只啊摸索的，到两次三次熟悉啊，对新王爷咧办事的时阵，就下下桥。哦，伊的动作啥物默契，大家配合。默契的配合好势，就较好下心明咧用咧办事，哎，个速度较紧哦。安尼，即个咧拄即个无形的哦，啊，卡个安尼速度咩个准个响哦，快很准呐哦，咧讲个叫快很准哦。中即两个大家哦，拢是照孙新王爷交代鼓励，阮的外观一概就是放啊实的哦，啊，然后插着即个金箍。咱这個金箍在古早时代叫做壶啦，咧点起来就是袂像咱即摆所讲咱这個时代大电筒啦，哦，照明的意思啦。所以阮这桥边一直保持传统，就是爱插黄色的金箍纸。这个金箍纸用的时阵，就是代表因无形的，含无形的时阵啊，拄到暗的时阵，这个金箍纸代表手电筒，它强力把它照射开，让查讲伊得达。阮教我大人执行，哦，那只是这个情况的执行啊，家己啊。哦，安尼修复。讲我家己的解说啦，第一就是好讲，你若万一叫暗的所在无电话，啊，就咱啥物做，那是电话簿安尼。第二做飞镖，你看迄挂在一边尖尖，哎，咱啥做武器啊？内底坐笔就是新王爷，中大元帅做神龙哦，啊，赵元礼将军。哦，安尼对身身躯边，过来六顶六角，哦，这就是天兵天将，哦，啊，唔即咱做话讲王爷兵将，吼，唔过新王爷是皇子出巡的，所以伊的调是黄色歌钱，不比一般的一种即个王爷家的姓名，是调成五色歌钱。阮祖国传统就是皇兵，哦，啊咧巡视去安尼各地方巡视，所以伊派就是黄色歌钱。个一支剑灵，吼，剑灵代表伊出巡时，吼。哦，啊，少迄个，迄个歌星，迄个是兵马，兵马秘籍啊。黄色个就是咱去巡神王爷，是大天巡秀。双时头75当前，咱神王爷去西江啊个释放玉石庆安宫，西江叫做庆安宫尔，顶头有两面玉石。就是天公廟龍上帝祖師，讓咱中德堂的神王爺去甲封的，所以咱那個階級會當用黃色的。暗時啊出門是第一點，伊攏愛要求不可以我喧鬧，
第二点，恁所穿的是爱布的，袂使穿拖，袂使穿皮的。皮的诶，皮的声音吼，咱古早讲声音会起哭哭，所以就是打草惊蛇。所以一概拢叫你穿布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出门啊，带守规矩。有啥代志不可漏跑，吼、哦，啥物代志恁从恁有啥代志，恁也要先离开，你也甲神王爷禀示。特别注意一项，袂使叫名。不管去啥物场合，拢袂使叫名。这是唯一的禁忌，就是不可以叫讲，啥物人啊，紧来哦，这袂使。哦，啊袂使讲恁到怎伫倒，拢袂使讲，因为惊风吹着迄个物件来找咱。迄阵就是安那，你敢知影？人多啦，啊要扛大家哦，有时咱无照咱的心愿啦。像我七点就是遐散啦，啊散了就八九点才要来。我二嫂讲还袂敢扛啊，大家较久扛，扛扛较久久个。啊，迄届就是我出代志啊，好呀，出代，迄届就是脚向袂行，向脚软软个袂行咯。到尾我讲我要顾大家，顾大家两日就扛。安尼搞啊，厝外脚袂行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讲，啊，到尾我啊，我拜拜啊，上爷讲，好啦，我是咧讲假的啦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，啊，开始会行，吼、哦，迄一届就是那个竹叶小啊，叶根梗啊，含看那个这庙并且叫两个小要行昏迷的，叶根梗啊。去找，结果找无，搁倒来。迄届就是上我怀念的，我那伫咧五爷迄个平麦遐有无？恁在金路边的五爷平麦遐有一支香，我伫光头签的。我人去过，迄支香有我心头，为心中插了。我即摆去一个好食，迄就是一个疤痕啦。讲你大家你唔讲你去找查某，甲我处罚，所以我对大家就一个感觉唔敢学白来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两解我个人，所以我大家吼、哦，我拢渐渐，要甲你讲，我就渐渐茫讲，我就唔爱学白讲。